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，为自己的人生先要尝试，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。